宝贝啊，咱们今天再来拆一个快递好不好？来，再来拆，看看里面是什么呀？干啥去啊？拿个工具。啊，拿个小刀子。好嘞，来，把它拿出来，看看什么，倒出它来。哇，这是一个什么呀？好像是一个洗水果的小池子吧？打开，我们来组装一下。哎，我看看是什么呀？我给你弄一下。有一个电池。还有个电池啊。还有一个螺丝刀。哦，这个东西关着了，有个螺丝，拿个剪刀去吧。哎，我们先给它组装一下，好不好？妈妈，你看有个刀。哇，里边还有一个小杯子，还有个小鱼呢，还有个小盘子，都给它倒出来。妈妈，还有一个螺丝刀，还有一个电池。来来，给我，我给你上上。给我螺丝刀呀。嗯。给你上上。还有一个电池。还送了两把一电池，有个电池，还有个电池啊！打开了吗？嗯，给我这个。螺丝钉，还有一个虾，我们晚上就吃了一个虾，一个虾我们晚上就吃了一个。哎，好像是放在这个上面，啊，得需要倒水呀，你去接点水去。来，我来给它倒点水啊，好像需要水。打开试一下。出了没有？没有。咦，怎么不出水呀？这次看一下行了吗？好了，刚才那个水有点少，来把我那水果放进去洗洗。鸡蛋，这个胡萝卜，还有一个，还有香蕉，还有我的大西红柿放在里面，给我洗一洗。加点这个洗洁精。还有一个辣椒。好了好了，太满了，都洗不开了。好，开始洗吧。别洗，洗不开了，放几个。快快快，开始洗，都洗不开了，快开始洗。关掉，好好玩啊。